巷洞内，警车加速往前冲，后头还有好几名员警也跑步抵达现场，立刻将嫌犯压制。趴下！男子被员警团团包围，狼狈的趴在地上。警方大阵仗追捕，就是因为这名男子撞伤人还逃跑。一号晚间六点多，李姓驾驶从高雄前镇的中山路开上妈祖港桥后左转，撞进工地，途中擦撞两辆机车，导致一名骑士受伤送医，另外还有两辆汽车也被波及。不过驾驶不但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加速离开，并将汽车停在路边后徒步逃跑。案发后30分钟还是在巷子里被警方逮到，并于李姓男子身上取获海洛因毒品一包，随后带同李姓男子前往驾驶自制小客进行附带搜索，并于车内取获海洛因毒品八小包，共计5.66公克。经询李姓男子坦承持有及吸食毒品不讳。男子撞到人还绕跑，不止肇事逃逸，还在车多大马路加速逆向，事后又被员警查获毒品，除了涉毒送办，还要因为危险驾驶加重开罚。